以下内容纯属主持或嘉宾个人意见，与本频道立场无关。I've drummed it into our players time and again that they are privileged to play for you. And if they didn't believe me, they believe me now. Hello， 歡迎收睇《利物浦天地》啦！我每集都好似咧，即係隔好耐冇見過觀眾，因為每一集都有新嘅主持，唔係應該話換主持咧。咁我沙比咧就指定啲嘅，咁就做一個指定啲嘅主持。咁我今集有個新主持就係標神啦，標神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啊？喂，大家網民大家好，我係標神。咁就我同阿沙比一樣上得你呢個節目，咁梗係利物浦 fans 啦。咁啊，今日好開心，第一日上嚟。球星台做一個嘉賓啦，係嘛？算是嘉賓啦，係啦。可能算係參與下啦，都唔知係咪叫嘉賓啊，都冇人識我，咁啊參與下啦，大家傾下啦。有冇睇琴日場波？雖然琴日冇波日，但係咧作為 fans 嚟講，都覺得好緊張刺激嘅一個比賽。同埋係啦，同埋我自己又收貨嘅，我自己睇落打法都收貨，因為睇翻嗰個人腳嗰個比例上，同埋我自己睇落係嗰個體質比較上，因為每次撞落去咁，當然自己理據嘅太多醫院波嘅自己，但係喺困上去嗰度咧，我覺得對比上嚟講，即係曼聯嘅個別體質已經係壓住曬利記。大家如果有印象，下半場翻嚟睇下，有個重温一定要睇住。我唔記得六定係七十幾分鐘，伊巴行咗去我哋嘅右路去攞波，跟住隔離去 mark 住佢。大家一定要知道這個畫面，完全係一個大人同細路仔，細路仔喺度爭波。哇！嗰、那個畫面就正正代表住呢場波，曼聯根本有先天優勢嘅大佬。其實阿摩連奴今日個戰即係啱啱場波嘅戰術咧，我覺得佢就啱啱就係睇正咗利物浦佢中間嗰、那個搶波能力啊。係係啦，你諗下我哋中間矮人比較多，天達神你要係咪一個純防中咧？又唔係啦，絕對佢本身攻擊出身。咁跟住喂，古天奴啊移埋嚟中間，佢就嚟了啦，費蘭尼加普巴兩個嘅高佬喺度雙殺，喺度頂住咗費明奴啊，古天奴啊，甚至乎係阿文尼嘅攻勢。其實琴日阿摩連奴嘅戰術我係即係幾欣賞嘅，因為我哋本身見開摩連奴佢個排陣咧，佢都係一個4-2-3-1啦，或者係4-3-3嘅陣式啦。佢中場都係會依家用翻馬達。擺中間做一個創造力高啲嘅分波嘅 playmaker 啦，咁另外佢就會加入普巴同埋靴里拉嘅，其實佢都係冇一個純防中嘅。係啊，咁今日佢就將阿費蘭尼擺埋落嚟，佢想乜嘢咧？其實琴日最開心係摩連奴，佢就係用翻嗰招擺大巴求一分，琴日做到啦。佢我又唔係太，我睇完場波之後，我又唔係太覺得，因為我自己對摩連奴嘅認識嗰場，佢都唔係拍大巴嘅，完全唔係咁嘅。你睇個大車仔嗰陣時嗰套或者嗰架大巴係幾嚇人咁，大家知道。咁仲有另外，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喺國米年代又係犀利嘅，嗰套大巴即係連
連巴塞都動唔穿佢。當然我自己覺得佢嗰個 35% 嘅控球率並不是佢哋唔係佢哋唔想去持球嘅。但我覺得就係可能利記喺 keep ball 方面又多過佢哋，不過太多醫院波仍然都要講住呢句嘢。琴日嘅上半場真係佢哋唔係完全係放棄進取進攻啊，特別上半場咧，喺我哋非常之亂嗰陣時候，佢哋嗰個攻勢係持續有嘅。咁你話係咪大巴？我完全唔會覺得嗰尋日曼聯係打擺，即係我自己唔會覺得佢係擺打大巴。另外，其實我覺得曼聯嗰個出場，嗰個人，我覺得係有啲。我比我自己想象之外覺得奇怪，我不明白佢點解會出費蘭尼，而係出阿馬達，因為我哋利記傳統嗰個踢法就係，即係唔好話傳統，應該呢一季嘅踢法就係話一開始嚟就飆嚟嘅，但係係咪會塞咁多中場喺中間或者係咁搶截咧？咁我覺得奇怪嘅，即係可能佢覺得啊，會唔會我哋用中場力量多啲啊？但係過去嘅睇法即係我哋起碼邊路嗰個突擊特別文尼嗰個位會強啲，可能咁。就住呢樣嘢，佢出多，佢出多費蘭尼去追波，但係尋日嗰個比較又調翻轉喎，利記又變咗利比又變咗，雖然即係多醫院波，但係佢個力量係集中於中場，而且側擊基本上冇曬嘅。咁呢個又產生咗個問題咧，我亦都有同我阿媽講，我同紅魔講過，我覺得係佢又唔覺得。佢又唔覺得曼聯俾人裝到，因為我覺得尋日嗰個踢法完全唔係利物浦嚟嘅。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因為就算利記持波攞到波嘅時候，即使冇醫院波時間，特別大家留意文尼攞到波之後咧，佢冇係咁飆嘅，即係唔係平時嗰個文尼嚟嘅，帶佢前邊又拉翻後。咁我自己睇法就似係高保落咗 order 俾佢，上半場就唔好去咁盡，唔好去盡佢，咁就嘥即係。人哋覺得我哋飆，我就唔飆。咁大家互相嘥體力，結果其實係出現咗都真嘅。咁我覺得兩隊波嗰個嘥，以往利記同之前啲隊波嗰個七場波就係我哋嘥體力多啲，因為我係咁飆你噶嘛。咁但係尋日嗰場波睇落去咧，就似乎大家嘥嗰個體力咧，就似乎係平均啲。特別其實個都係下輪到下半場，其實下半場後段些少到利記去吸翻攻翻曼聯嘅時候，可能曼聯佢有陣時過嚟要搶波啦，我哋多醫院波嘛，佢過嚟搶嗰陣時候咧，就反而嘥體力多啲，反而佢消耗更加比我哋大啲，咁啊特別啲，所以我覺得尋日嗰個戰術究竟係邊個裝邊個咧？咁曼聯梗係話我哋裝到你哋啦，咁我覺得咁係咪高普裝咗曼聯咯？我真係唔知道，你覺得點睇啊？因為尋日其實講真的，想攞三分嗰隊咧。即係多啲意欲嗰啲一定係利記㗎啦，係利記係利記。咁琴日一分嚟講咧，對於阿高普嚟講，我諗佢唔係想要嘅結果。係係係啦。咁同埋琴日點解即係文尼嗰個問題，我哋其實哇，我見到文尼好精彩嘅，之前嗰七場哇，佢想玩乜都得嘅，直線爆底又有，扭你又有。琴日咧，我懷疑佢擺楊格喺個左路咧，配合埋阿布蘭特喺左邊，佢就係想鉛制住阿文尼嘅活動範圍。盡量收窄啲，因為如果佢擺馬迪爾、蘇爾嗰啲啊，死得啦！哇，喺佢喺前面飆一段，佢仲會唔會同你肯翻轉頭？你留意蘇爾出嚟嗰陣時候咧，騰曬噶蘇爾出嚟，其實蘇爾出嚟嗰陣時候，我唔係留意佢騰唔騰咧，我係留意佢嘅身形啊！你見佢咧有少少肥仔乜？有啲肥啊，有啲肥，真係瀨嘢。所以好大鑊。所以白依家其實左閘位置，即係我即係都有睇曼聯啦。左閘位置其實。伯蘭特是比較好的一個嚟嘅，即係如果你講曼聯，你話如果即係依家錄咗，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啊，蘇爾，你見到人咪嗰個身形，好似未收身，未收身，完全未收身。所以其實佢有個問題喺左手邊，所以我就配合翻阿楊格，去做一個支援嘅防守。所以琴日，所以楊格冇乜點上，冇攻過你琴日，真係其實利記嘅防守好簡單，你只要揾阿魯夫蘭去嚼住咗阿伊巴謙穆維，跟住之後其他人淨係留意住普巴。昨天我發現曼聯最主要最入肉的一下攻勢都是來自這兩個人的，是這兩個，就是普巴在右手邊一個假身飛過了軒達臣，然後一個 crossing 進去，跟住阿伊巴謙頭槌頂歪咗，係嗰個頭槌啊，淨係嗰下攻勢，其他係冇嘅，冇啊，其他係冇，同埋一下韋舒福特在右手邊的傳中，要我哋嘅門將去撲翻出嚟嗰下，其實冇噶啦，其實冇攻勢噶啦，基本上曼聯喺呢兩下，咁所以其實利物浦琴日係爭咬唔入嗰下啫，係爭咬唔入嗰下啫。咁其實你話琴日話好似射門好少，我好似 check 翻啲記錄，好似話利物浦尋日上半場得一次定兩次射門，係好似唔知近呢又係唔知幾廿年唔知十幾年嚟最少嘅一次嚟。上半場嘅話，其實如果有印象就係嗰下費明奴，你有留意就係嗰下頭槌。
係啦係啦，嗰個頭槌，但係唉，其實嗰下佢唔佢可以 set 中間，佢唔好攻門。其實嗰球咧，中間我唔記得咗係邊個，都已經哇，嗱唔交俾我。嗰個肯定係史努利治，但係其實如果即係老實講啦，嗰球波係全場最有機會入波嘅一球嚟嘅，因為嗰球咁掉埋嚟，我唔知邊個喺遠處喺右線落底掉埋嚟。只要費明路嗰下係 set 去遠處些少，遠處前面嗰個史努利治，史努利治 high high 就入噶。佢個球波佢又你又唔，因為佢嗰陣時佢企嗰個位同埋佢嗰個角度咧，係 set 波係易啲嘅。係啦，佢攻門係窄，佢攻門係窄嘅。啲咁迪基亞企喺度，一手輕輕咁立住波搞掂啦。我見過跟住喺遠處嗰度突然間人舉手，我即刻留意佢，咁咪史努利治咯。喂，嗰球波大家唔好諗，唔好睇古天樂嗰球。古天樂嗰球係勁，但係迪加更加勁。你琴日而最有機會係啦，最有機會嗰個就係費明路，你 set 個波俾史努利治 high high 入㗎啦。我仲留意佢有慢鏡㗎嘛，冇越位。咁你唔做乜唔 set 俾佢啫？即係所以就冇辦法嘅。有陣時我覺得利物浦佢依家中意揾阿費明路做一個九號位啦，即係正戰啦。但係實質佢唔係一個正戰嚟㗎嘛，所以佢。都是喜歡翻後參與進攻的，如果去到埋門要 finishing 這一下呢，我始終覺得史杜列治是最佳的那個人來的。史杜列治現在的狀態 是沒那麼好的了，沒說是真的差的，但這個人又很特別的，就是你突然放他 有些球員 你不知道怎樣說好的，就是 他天生有一 種質素在這裡。而史杜列治就是他埋門，有時埋門那一下呢，那個把握力，因為沒辦法的，現在把握力一定最好，他即使是他狀態不好，他有個把握力。另外一件事，他突然跑他的，他對腳吸吸突然間起腳，他是不需要有腳影的嘛，他很多次都是不需要拉弓，是的，他一下就鞋面灼下去，突然間是的，還有腳背鞋面一下就灼下去，他經常都有這些東西的。那我想唉死了，換不換他，突然間有球給你看。那史努列治就有這些東西，昨天場球都是這樣，他有那幾下位置，但以昨天那整個踢法來說，那當然就不行了。你見他有球，那球不是醫院球來的，擺明古天樂的新球給他，他走前，他不是吸，他不是踩停的球，走前作一作球向前出去，我看到應該是普巴裡拿了球，做什麼啊？其實昨天我們看回史杜列治呢，就不是我們平時看開的那個史杜列治，不是那個來的了，知不知道做什麼？你見他那個企位，還有你見他那個拿球那個即係神水狀態咧，其實昨天佢真係個狀態係好漸咗向下，非常之向下，非常之向下。咁你見到下半場阿高普見到啦，平時我哋換人嘅時間係六十零七十分鐘，七十幾，昨天五十幾分鐘，五十五度咯，已經知道你自己要落嚟啦。我尋我哋之前我哋喺球星台都有講啊，我估六七十分鐘就拉蘭我估嘅後備嘅，咁估咗果然我六七十分鐘一攰又換佢出嚟，都要比預期早咗十分鐘。咁拉蘭出嚟嗰個。影響係大嘅，但其實我又俾翻少少面又史杜列治，因為尋日始終成個上半場咧，哇！成隊波一個利記，一個曼聯，成班人攏曬喺中場度，跟住由一個軒達神，再加個其實唔係普巴，係加埋一個呢個靴尼拉帶住成班波喺中間，喺度馬騮搶波咁搶嚟搶去。你傳失完波，我又搶翻你，跟住嗰個又俾球波佢，成日嗰個馬騮搶牛咁搶嚟搶去。所以我覺得是令到客觀上已經令到史努列治的發揮沒什麼特別了。那加上其實費明路的球如果設得好給他打他的信心，他應該有料來到。你看看昨天你雖然說經常創造機會現在最多，我們一會會再說，那向前推的球很多，但是昨天他能夠向前給球機會真的少之又少。你說他們三個中場咬下去好，也都另外也都逼到應該叫做利記，某程度上大家要留意上半場了，古天樂回到房中位攞球派回球，甚至乎費明路落回中間攞球，成日都見到好多了。因為很多其實我們即是在我看利記這麼久，其實他最難搞由始至終，即由即幾年前或者怎樣不停的領隊，其實他最厲害那一下是快打快，是的，他最厲害那一下就是以快打快。他如果你要一隊球隊在後面陣地戰去守你，他有個九個球員在後面鐵桶守你，利物浦是不懂攻陣地戰，因為他真的沒有一個我比較欣賞的可能是費比加斯或者是靴尼拉這一種即是交波獨到的球員。如果你沒有一個交波獨到的球員，你很難可以交到一些靚波在一個陣地戰裡面撕破到。因為你昨天你見到費明奴拿著球，其實他只不過是攔下攔下左右帶下，是不是交到一些很絕
頂靚嘅波咧，就唔係出自於佢腳下咯。係，我自己睇利記可唔可以打陣地戰，其實就自從啦嚇兩個人物離開咗之後就冇啦，唔係謝拉特。是沙比仔，沙比啦，呢、這個唔係一定好緊要啦，沙比仔。沙比呢個好重要啊，另外就係一個馬斯查恩路。如果你係冇排除醫院波呢樣嘢，呢樣嘢我上季屌到依家，特別安尼簡，佢上半場嗰個表現真係即係嗰啲醫院波即係傳到咁樣，真係我都話呢條友冇令我失望啊，一貫水準。佢最叻嗰陣時踢，喂佢最叻嗰陣時安尼簡咧，俾我個印象係踢神352。踢過後面中堅，唔知偏左定偏右。偏右啲嘅，偏右。喂，佢嗰陣時佢踢得揮灑自如喎，有身形，又手倒，跟住又標前，標前上嚟又得，即係佢都嗰陣時都俾我嘅寄望係幾大嘅。但係慘在佢俾阿羅渣士咁樣搞法咧，佢好似一個四不像，即係佢抌落任何一個位置咧踢到唔啱。係佢琴日俾你感覺就係上半場學你話齋啦，哇！佢究竟係交嗰啲波，佢係要？即係佢連啊！我喺後場，我究竟應該要交穩陣啦，定交一啲冒險性高嘅波啊？佢自己都分唔到啊！係啊，所以佢就開始亂嚟啦喺後邊。佢有幾球交俾我，見到交俾馬迪寶，馬迪寶係哇要立曬只腳去攞嘅。所以就睇下之後係點啦，同埋佢都係少踢啦。係少近呢一季都少踢啦。呢季唔最近呢季少踢嘅，佢呢季第一次做正傳。因為之前俾阿偉拿到冇，其實偉拿到冇我唔。一嚟傷，一嚟韋納杜姆都，你啊韋納杜姆，你大家望下佢個踢法就知啦，佢爽朗好多噶。安利揀佢又中意扭，但係佢嘅身又頓，屌你真係，你最撚憎呢啲球員。嗱，韋納杜姆嘅問題，人又頓又中意扭波，唔知做乜。懶係又以為有少少腳法。看到的他有少少腳法，但他去不到個波咯，他就在地下玩花式咁樣咯。喜歡吸又喜歡扭，他試過一段時間他做中場嗰陣時喺前面扭，你冇扭咯，我嚟講，我嗰陣即係跟住咪又係俾佢唔係嗰下唔係醫院波添，俾人搶咗波咪樣衰咯。唔係，不過他有啲身型肯翻後，即係佢都 OK 嘅。唉，真係咪佢你見佢咧，其實一個德甲球員又能夠做過又右閘又左右閘又得中堅又得防中又得。傳波都叫做 OK， 其實佢有質素嘅，但係個心態就唔好嗰陣時成一個，你唔好成日講自己係古天奴啦，大佬，你安安分分先，你先 set 定自己一個位置，傳好啲波，唔好成日傳到醫院波，你俾你人哋俾到自己多啲信心，咁你以後咪再多啲發揮咯。你睇下而家祖亞倫，你睇史篤城而家打攻中啊嘛，入咗兩球兩三球波。你有呢個質素，人哋肯俾你踢，你就掂噶啦。你何必而家搞到，唉，搞到只？其實我覺得唔係羅渣士搞到佢半四不像，四不像，咪都因為佢位置要俾佢打中堅，佢自己都搞到自己四不像啊嘛。打中堅，佢嗱有陣時候中堅，我覺得係有一有機會帶上前都得，因為以前艾嘉我哋都好，佢艾嘉一拉前都射。咁樣做啊？唔緊要嘅，我覺得一兩次唔緊要嘅。咁中場你帶多上去，佢唔係嘅喎呢條友，佢立親波佢都基本上佢立親個波有50% 機會，佢中意行上前，喂好危險嘅大佬。依家俾我嘅配合睇到咧，就係如果係安利揀佢依家咁嘅心態或者佢咁樣嘅性質去踢咧，我諗阿高普好難再俾信心佢，即係你我一拿到冇一出翻嚟就話拿到冇壓翻落嗰個位，依家感覺就係軒達神，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個同感啊？軒達神就好似以前同期嘅謝拉特。跟住阿安尼簡就好似阿古蘭尼咁樣，完全係唔識踢，唔知做乜落到嗰個位置，好似阿謝拉特話你搞乜嘢啊？你同我中場拍檔，你進攻又唔係，防守又唔係。你講起謝拉特唔係軒達神啦，我而家真係覺得而家軒達神似兩三年三年前到，即係嗰陣時阿蘇仲喺度嗰時，謝拉特咪企喺中間，鬥後少少，炮長傳。而家嗰個軒達神似當年嘅謝拉特，甚至乎嗰、那個體能啊，因為始終年紀上後生，比謝拉特更加好。所以尋日佢嗰個踢嗰個角色，我都覺得 OK 嘅。咁當然，但係都係嗰句補翻句咧。他其實都是醫院波其中一員嚟。我哋佢嗰個輸樓中間位，如果佢醫院波太多咧，真係搞唔掂。你諗下，以前我哋哇喺沙比亞朗素喺中間嗰個中心位，俾幾多8+9謝拉特同埋阿費蘭道托利斯嗰陣時，我哋差唔多攞冠軍啊！嗰一屆爭啲。嗰陣時第二啊嘛，我記得8+9嗰年。係，嗰日我成日講，嗰日我成日講嘅。係啦。你知唔知我哋爭兩？我爭幾多分？我哋爭兩分。我知唔知我哋輸俾邊個？輸俾馬捷達。
哦，係啦，係啦，佢有兩球射世界波，其中有一球對維拉利爾一個彎個波落兩中，點解射得好靚？點解曼聯一球成日都射埋曬啲逼鹹波咁啊？又一個咁突然間個背脊得住個龍門車身咁射落去，哇！大佬，即係我同我 friend 又嚟埋講，車我兩分啫，大佬。不過望都唔俾我，係咯，諗都唔俾我。不過望住馬志達，你射球咁兩球咁嘅波，唉，得我俾你。仲要係臨完場前嘅喎，我記得嗰時我仲要嗰陣時睇，哇！我話哇，你唔係啊，話馬志達平時成季唔見你。你臨尾整兩球咁嘅嘢，跟住嗰季咪冇咗咯。跟住再下一季，佢唔聽話啊嘛，廢話佢唔聽啊，跟住又擺埋佢咧，然之後唔知去咗邊嚟依家。真係，孫浩龍都話：我哋成日都係，我哋唔係輸俾啲球員，永遠都係輸俾廢嘢嘅啫。真係冇辦法，真係冇計啊！真係嗱，再其實望翻講翻場波就係，你始終望翻係話醫院波多，嗰多個情況係點啦？我係連阿古天奴都有醫院波，嗰下先恐怖。因為昨天我發現古天奴如果落回來中間，我們看季初開始，古天奴一直因為中間的位置給了拉拉拉，拉拉拉踢得非常之好，不知道為什麼我由他加盟我真的少到他七彩，我很不想見到這個人，我知道你都挺喜歡他，但我覺得他一來到哇，又沒有體能又沒有身形，但是英國人來說你算腳法厲害的那個，即左右腳都不知道都有少少身體卡蘇拿的感覺的。 我覺得是繼祖祖高爾之後，祖高爾是啦，另一個有腳法的球的英國人球員，是啦，但是呢當高普來到之後呢，他又好像整個 level 又上翻去，可能上翻過去自己嘅層次。上翻，而且喺修蘭頓嗰個，即係好肯跑動啊，好肯防守啊，即係你唔好理佢防守做唔到唔到位先，佢好肯跑先啦。咁啊，令到佢成日都冇氣啊！我幾幕見到佢就係、哇，一換出嚟個樣子好似頹到啊！係啊，係啊，佢係即係付出100%。佢係一個唔係高體能嘅球員嚟嘅，但係佢嗰個冷靜程度同埋，其實你某程度上你覺得佢係 hold 到波、cool 到波，但係你話你啊，佢係咪一個？個球員咧帶住個波好似美斯咁帶住波扭你幾個，唔係嘅，一定唔係嘅。但係佢喺一個空間裏邊有三四條口圍住佢，佢都可以突圍嘅腳嚟。係佢而唔係高速度突圍，而吸兩腳，佢係好冷靜的球員嚟嘅。有啲位佢係鬥自己背脊得你一個人，然之後用後腳吸你，跟住用左腳又兜翻出嚟，咁我過你兩個球員㗎啦。拉拿就係呢一隻球員，而呢一隻係利記呢咁多年嚟，我覺得啊係繼加西亞之後咧，其實因為祖高爾嚟咗我哋之後，就冇乜作用嘅。我係覺得繼加西亞之後，有一個咁樣腳法嘅球員嚟，所以好使好用嘅。咁咪所以大家都話佢一嚟利記之後咧，我係未批評過佢嘅。但係我自己拍檔啦，包括你啦嚇，阿橙啊，阿約啊，安爺啊，你啊，甚至乎我全部球星隊嘅人都批評佢，係得我一個撐佢。咁結果證明我係啱㗎啦。係呢季啱啦，呢季可能佢踢翻啱位啦。我記得嗰陣時羅渣士試過，哇低 B 度擺佢嗰陣時352咧，擺佢兩翼位啊。兩翼位。哇！我心諗你唔係又話一個創造，即係你等於擺喺一米四達左翼位啫。啱啱。我可能某程度上係羅渣士俾到佢嘅要求就係你嗱，我擺你喺右翼位嗰邊，你一定要同我沉底嗰啲。不嬲都唔係咁嘅，佢你諗下佢喺收仔年代，喂佢佈住喺宮中嗰個位度，咪咯？點樣吸你啲人分波？哇！佢嚟嗰陣時我好開心嘅，即係我話哇正啊！嗰陣時成日都中意宮中嗰個位咧，有個咁嘅人喺度，咁啊點啦？一嚟到你擺喺右邊，係我知佢中意由右邊擺翻去中間，但係都冇佢作用啦。咁而家高普呢樣嘢，高普有一個好處就係佢而家之前都擺喺右邊，都試過曾經有一兩場擺喺中間，即係之前啲場數。而家開始咧，高普打4-3-3就擺喺4-3-3中場嗰個右邊嗰個位度。而我覺得佢嘅指令就係任你去自由咯，自由啲走。而其實高普俾咁呢班球員嗰個指示咯，我之前都睇過報道。同我哋對於高普嘅諗法其實都差唔多，大家可能有個講法就覺得啊，高普其實喺而家新一季嚟講，咁多教練鬥戰術嘅話，其實一定唔會未必有高普未必有摩連奴同埋哥定奧拿咁勁啦。高普因為好似全部齋跑啊。高普佢講咗一樣嘢，最近接受咗個訪問，佢講完就話其實我自己足球嘅理念就係我唔想佢個戰術將一個球員限制得咁死，因為如果我完全跟曬一個戰術喺邊度跑邊度走嚟走去嘅話，咁其實一個某程度上呢、這個呢、這個
呢個枷鎖係套住咗一個 有天分足球，唔使買佢啦。係啊，有一個冇個球員聽有耳仔就得啦。係啊，佢一個就套住咗佢嘅天分嗰個爆發，即係其實每個人即係佢覺得一個足特別一個啲咁嘅球員，其實佢有佢嘅天分嘅。我大概指定一個位俾佢等佢去，咁都有佢一個發揮出嚟。咁喺呢套理念上邊咧，咁當然古天奴係另一個人嚟㗎啦，因為佢不嬲嗰個嘢。喺呢套理念上邊。我哋可以見到拉拿拿是一個完全的釋放嚟嘅，大家見到佢無論喺中場 hold 波，行上前一格喺攻中嘅位 hold 定你兩三個球員，我吸一吸斜邊俾一個費蘭奴，跟住一射搞掂。咁呢個咪就係俾一個天才球員自己去發揮咯。這個高普就俾咗呢一個教人佢。另外一個我諗嚟緊嗰個。嗰、那個功效越嚟越顯見，嗰個就係文尼。你見文尼喺右邊走嚟走去，發嚟發去，你見佢會下一個咁嘅球員嚟噶。另外第三個，我希望係韋納杜姆。其實我自己睇落去，韋納杜姆就係、是、嚟咗嚟幾之後嘅發揮都叫做係合格嘅，唔算係都係精彩嘅。我覺得係等高普再去令佢一個吞下佢啦，即係要吞下佢。因為我都想講下韋納杜姆，就係、是、其實我唔明點解要買韋納杜姆嘅。有原因的，高普他講了他、有兩個球員，即是他買兩在買這班球員之間有兩個，由他自己執教做教練開始，他已經找他當時包括多蒙特或者現在是利記的團隊的球探、去 mark 住兩條友，就是阿文尼和韋納杜姆，他說他看了他們很久，即是在多蒙特年代已經看了這兩個人、哦、就他覺得他的戰術適合他用。那 我想接下來既然高普覺得佢啱喎，我諗佢都用翻佢嘅方法去釋放韋納杜姆。韋納杜姆又真係要吞下咧，因為嗱佢嗰個位咧，如果喺翻上年嚟講咧，就係、是、安尼簡踢啦，佢嗰個位或者係詹士米拿啦。咁今年韋納杜姆嘅加盟咧，其實佢就我睇咗頭嗰幾場，其實佢真係好唔慣嘅。因為佢喺絕對唔慣。紐卡素佢係做一個純攻擊嘅。中場或者攻擊中場或者偏左啦，左邊係啦，有啲有時喺翼出現，好難係喺一個中場中難，因為今年咧我發現咗英超咧幾隊波咧都個中場開始有個變化，就係同之前佢好多隊波包括強隊或者中游咧，佢都唔用一個純防中嘅踢法噶啦。阿摩連奴都開始變嘅，係啦，即係以前哇，你話一定要擺一個法比咪法比一定要擺一個如果阿仙奴可能擺阿費明尼啊、迪亞比啊，或者或者車仔一定要擺馬迪啊，或者係諸如此類啊，一定要擺一個純防中喺度。今年你見到各隊波嘅中場中嗰個組合，靴里拉、普巴兩個都唔係純防中，兩個都有攻擊性、有創造性。利物浦、韋納杜姆、軒達神更加唔係純防中。冇，你諗下阿仙奴、辛迪卡蘇拿同埋薩卡。薩卡只不過係爛打啫，我覺得。佢係咪一個純防中咧？我又唔覺得係。阿仙奴就傳統上佢唔會擺兩個防中。利記同埋曼聯，我覺得係某程度上就係買唔到。但係指標性咧，真係車仔。係啊。最指標性即係咩？即係而家嗰個兩個防中嘅踢法都係車仔帶嚟嘅，即係好老實。摩連奴當年帶嚟，但係摩連奴啊，呢十年嚟翻嚟之後咧，佢有個轉變就係一個防中，另外一個唔係。咁就轉咗個咩咧？就轉咗個法比。咁其實某程度上將佢嗰個堅定嘅防守踢法轉咗個方向，就係一個加多一個非創造啲同埋走位性高多啲嘅人嚟。咁呢個就係、是、都係摩連奴叫做一個風向大氣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拉拿拿一出嚟，咁個勢咪好咗咯。55分鐘換啦，拉拿拿出嚟，我哋講我哋重要啲㗎下半場。就係、是、我覺得下半場大家嗰個體力磨蝕方面，我諗都一半一半啦。咁換咗拉蘭嚟出嚟之後，嗰、那個我覺得嗰個減低咗上半場醫院波嗰個出現次數。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有睇場波嘅話，會見好明顯見到一樣嘢，下半場我哋佔翻個主導大啲，因為你見到上半場好牙煙噶嘛，好牙煙，仲要係都要講一個特別人物，就係、是、呢個卡利奧斯，佢嗰球，喂，你有球，我嗰球應該係越位啊嘛，即係阿普係咪普巴定邊個喺右邊俾咗一球阿伊巴啊？係嗰球越位嘅，嗰球越位，如果球唔係越位咪死咗咯，佢咪拋球波出去嘅。我又唔明點解佢嗰球啊一佢啊佢唔係拋出佢嘅釘踢定。佢琴日咧就咁樣，嗰球咧其實就佢先交俾魯夫蘭。係啊，魯夫蘭啊交翻俾佢，交翻俾佢，跟住佢咧就唔知點解踢咗個波就
俾咗我華倫西亞定係普巴，唔知邊個？我唔知點解佢會踢咗個波俾佢，跟住嗱嗱唔緊要嘅，事後越位噶嘛。佢個眼神咧仲係責怪阿魯夫蘭，點解會俾佢咧？咁其實後衞有壓力，俾龍門，龍門大腳。魯夫人前面嗰個咪就係斬波嗰個球員咯。其實好簡單嘅啫喎，其實一腳清咪得咯。其實一腳清就得㗎啦。你何必？又要諗住又交翻俾魯夫蘭，又呢樣嗰樣咧，係咪先？對啊，你明明你傳波你都有望過人啊嘛，有埋啊啲敵方球員度，佢就係前面有壓力，佢又覺得斬唔到先俾你啫嘛。琴日嗰球你知唔知啊？伊巴攞波，我心諗我第一時間我係諗咗輸咗先玩完，我就心諗我個腦裏邊我話成場波咬到咁緊，你臨尾利物浦輸一比零輸球，就呢球咁嘅嘢咁咪死啦！喂，我真係成晚瞓唔著個。喂，你話喂，你俾阿普巴右手邊嗰球 check 出嚟，伊巴謙頂入算數，係咪先？係組織嚟嘅。喂，頂咧你頂全場大家，詹士米拿、軒達神佢哋嘅付出嘅努力，俾你個龍門，屌一嘢 KO 咗，跟住阿仲要阿伊巴謙望全場俾阿魯夫蘭又挨又西又頂又成，原來入波嚟得咁簡單嘅。喂！咁真係好泄氣噶嘛！所以我講卡里奧斯就係、是、我唔知點解咧，就係睇嗰啲球王片啦，即係嗰時喺德甲球王片正常以上，我覺得發揮即係起碼好過米盧列啦。大家睇球王片嘅話，佢我覺得佢都好過米盧列嘅喎。尋日佢即刻影住米盧列啦，嗰球之後，啊、米盧列就做到嘢一下就又輪翻我啦，可能翻咗佢諗。我唔知咪都唔知咪曼聯落咗降頭啊！每次嚟到利記啲球啲龍門咧，一定會出事。你望翻米盧，即係你米盧列，即係佢係咪新特蘭買翻嚟？係都嗰啲派膠都冇利記年代咁多啊！跟住卡里奧斯出七場做正選，做利記正選比賽，上一次佢做正選嗰次都係派膠喎，都有少少。今場又派，喂，仲要係恐怖，佢嘅派膠恐怖過米盧列㗎。大家要知道一樣嘅，佢上一次係佢好似唔知俾人踢低定係吸波咧，係甩咗腳嘅。係佢吸波甩腳，跟住佢就追翻。原來咧佢喺德甲試過兩次噶啦，即係包埋呢次喺利記三次。好彩係咩啊？佢三次佢自己咧追翻。哇！咁即係最後又啊，即係我都唔知點講呢條友。三次都補到飛啦，叫做自己。但係其實佢嘅。功效係咪真係俾到咁大壓力米盧列咧？我覺得就因為我睇咗呢一季或者上一季咧，我見阿高普咧，其實佢都係投阿米盧列信心一票嘅。佢擺阿呢個卡里奧斯落嚟咧，只不過係堵一堵塞球迷嘅嘴巴嘅啫。我覺得你諗下嗱，遠在香港嘅球迷，我哋都發現龍門有問題。你諗下佢喺國內裏邊自己嘅聲音係幾咁強烈？米盧列快拿啲死啦！不如係咪？正如你死咗，我冇藉口唔買。佢有個機會今年。祖克特個 case， 如果我是高普咧，我真係狠狠地嘅。我都不知佢點解唔做。係啦，我嗰時都有做咧，即係令到阿祖克特遠飛意大利咧，我又真係唔明白，可能都要經過曼城係咪真係肯喂埋祖克特俾你，或者借紅祖克特俾你，對於佢。即係佢視為一個競爭對手啦。好簡單，如果即係當然就係卡里奧斯啱買翻嚟。如果佢對方喺鴨頭，即刻送走米盧列，跟住攞祖克特翻嚟，咁你可以咁做啊。但係佢又但係可能當中啲deal咁，你接嗰個哥定，嗰個哥定奧拿嚟㗎嘛。而家曼城我都後悔㗎啦，送走祖克特。你睇下佢而家嚟嗰個。黑半場都我哋佔咗主導之後，其實都有啲位真係要講下，即係特別講一球古天奴嗰球世界波咧，唔入嘅世界波啊，一定有人抽我稱嘅。古天奴嗰球其實我想講咧，就只係講一個人一隻迪基亞啫，係即係嗰球波你只可以更加印證迪基亞嘅能力啊，因為嗰球波其實以一個龍門啦，如果我做龍門嚟講咧，我嗰球直情係冇咗反應嘅，即係雖然佢遠，但係其實我係已經輸咗嘅咧，一定冇咗反應，因為你第一你估唔到佢咁遠射，第二佢係有人抹緊遮曬嘅，分分鐘佢連起腳嗰下咧唔知睇唔睇到嘅。個波已經有冇人即係有心行去抹佢，我又唔係。佢係要唔係佢過咗嘅，佢係跑右邊，佢係左手邊用翻佢嗰招絕招，拐大位起拉大弓去扮。古天奴不嬲，即係呢都係呢招㗎啦。呢幾年嚟都係咁射法，點解呢球波係特別覺得勁嘅咧？你大家留意一下個翻去睇下慢鏡，古天奴每次佢由左即係左邊K 個位入去嗰陣時候，一定望一望龍門，然之後拉弓嘅射。佢呢次唔係嘅，佢係一直由 K 個位跑去峨眉穴，隻眼係向前望，佢係臨起腳嗰下
是對腳起腳先，連個頭先望埋龍門嗰邊。即係佢可能分分鐘起咗腳先知，我要射啦。佢根本係未望就起腳，而迪基亞係救到。所以佢迪基亞嗰球真係哇！我心諗呢個龍門哇，有冇佢嗰球？你有個其實有個 back shot 啦，我叫做即係喺古天奴後面影翻轉頭啦。嗰球波死角死到啊！係啊，你。我心想哇！你真係咁注定你點？你呢球都救到你，仲有咩波？頭先我睇咧，啲漫迷做節目咧，佢話要不是第一試過啦，要不是迪基亞咁又咩？咁喂，咁又真嘅喎！要不是如果唔係迪基亞，我哋咧華倫西亞咯，琴日係啊，嗰球咯。跟住話即係咁啊，跟住佢又講一樣嘢，話即係要如果頭先講完，我都唔知講佢講乜。佢話要不是拉蘭啊，你哋利記都唔係咁好。咁但係。咁拉蘭係你嘅球員啊嘛，咁我要不是迪基亞，我係讚你曼聯有迪基亞呢個球員啊嘛，我冇話錯啊。咁琴日迪基亞都起碼救咗兩球啦。要不是迪基亞，咪就係讚你曼聯咯。琴日唔係咩？迪基亞唔係曼聯嘅球員嚟嘅咩？安利揀嗰球嚟講係啦，安利揀嗰球其實琴日安利揀又係即係孤注一擲篤落去啦，叫做揾個位。安利揀一球其實我都算係咁。冇㗎啦，佢三個人圍住佢，佢唯一嘅方法就係試一試。但是無妨，又試佢起佢起腳咧，就淨係佢後邊嗰兩條包住嘅位咧。我睇個慢，我睇個慢鏡喺後邊 zoom 落嗰個角度咧，佢基本上佢連起腳帶即係大力起腳咁掹後咧，冇㗎啦，都冇空間。佢好似膠波咁篤落去。我甚至乎我嗰下諗咧，啊點解唔瞓鏟咧？即係佢射嗰下之後點？即係俾翻啲力落去。點唔瞓鏟用嗰個力落去咧？咁我又望翻慢鏡，佢連瞓個空間都冇。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張台啊，佢嗰個位置是細到我哋兩個就是防守球員，啊、安利簡就在張台度，射個波就在呢條罅嗰度。我自己係純粹覺得佢是啱夠佢個空間，佢做個動作搏搏是用腳面燙個波，所以搏搏。佢搏搏嗰下其實我如果要挑剔嘅話，就係我覺得唯一要挑剔就係佢係有半秒係窒咗嘅。如果冇窒嗰半秒大家看到迪基亞救咗架咧，其實都是啱啱好救到，啱啱好救到。如果迪基亞安利簡佢臨起嗰陣時嗰下唔係窒就話佢猶豫咗半步，佢係快一腳起嘅，即係我唔知係阿費明路定邊個俾佢，佢嗰下諗都唔諗咧。馬迪普俾佢嘅。啊馬係啊記得32-23。馬迪普唔知做咩殺咗上嚟，跟住仲要穿過費蘭尼嘅大細。懟咗個波落去。我記得啊，咁我記得。仲要冇 offside， 唔知點解。我記得就係馬迪普嘅身。大家突然一齊過，但係嗰下如果佢係諗都唔諗，佢啱啱掂波係即刻起個啦，就有機會嘅。但係佢係控一控，然之後窒咗窒，咁就慢咗一段時間啦，慢咗0.1。即係你如果係冇拉弓冇勁射，咁就要靠突擊性。咁嗰下咧其實冇咗突擊性，但係呢球抵賺嘅，但係都算個腦轉得好快㗎啦。算係咁啦。咁呢球亦都係因為拉亞蘭嚟咗之後咧，咁就將佢推上啲前邊。係。咁我覺得都作用到呢球，加埋呢球，我覺得作用到比。比我自己想象中合格啦。同埋安利簡佢點解下半場佢會有佢嘅作用性咧？就因為佢嘅體能有啊。佢去到曼聯其實開始個體能冇乜嘅時候咧，佢個心態開始其實我唔使咁幫軒達臣啊。軒達臣可以長期鬥翻喺後邊一個搞掂啦。我兩隻閘上埋去，兩個防中加埋軒達臣攻嘅時候，其實夠曬啦，夠曬包尾啦。我自己不如殺埋上去算數啦。其實我覺得下半場我哋能夠創造的機會是大一啲嘅，因為創點解咁講就係話係因為兩條友就搞掂咗我哋嘅，包括中場嘅希利拉同埋華倫西亞，慢慢真係翻去係咁啲，多謝華倫西亞。華倫西亞其實就除咗球係鏟走咗費明路嗰球之外，其實佢喺邊路包位甚至翻去中間包位嗰個次數非常之有效。咁我覺得用即係華倫西亞呢、這個呢一著啊，不嬲佢表現，佢而家踢翻都好穩定㗎啦。做而家喺右閘，翼位嗰位即係右閘嗰位都非常好。咁尋日嘅直情係出色添啦。即係我哋下半場能夠滲透入到佢哋對方即係嗰個禁區嗰個次數係比上半場多啲嘅，而製造到嗰個機會危險性都大啲，但係都比佢哋嘅後防一瓦解。其實尋日佢兩個中堅唔得嘅，麻麻地啦。其實昨天拜利都開始有少少嘅不穩定，
見到㗎啦，都開始。佢兩個鐘其實兩個中堅都唔得，咁就大華倫西亞、白蘭特，仲有靴里拉店啊嘛。其實琴日如果唔係啫，係啦，但係琴日點解要站華倫西亞咧？真係我覺得華倫西亞，因為佢喺嗰邊面對壓力其實真係超級大嘅。佢喺嗰邊面對嘅人包括係一開波嘅史道列治啦，左手邊啦，跟住古天奴慣性左手邊啦，費明奴慣性有陣時都喺左手邊。再加上後上的詹士敏，他面對要防守的人層出不窮，再加上下半場入來的啦啦啦，他根本上面對的人甚至不如他還可以那球包到費明奴那球單刀，其實是得他一個發現的，是啊，那球是得他一個有意識去這樣去咬了一口力去包，你說如果那兩個中堅基本上費明奴是望著湯的。其實費蘭尼嗰球啊，費明路上前嗰時候，其實費蘭尼係應該追嘅，但係佢冇追到，就係嗰下即係學你話齋，唔係啊華倫西亞嗰下意識有去追落埋腳，其實玩完咁係咯，多謝華倫西亞都冇辦法啦。即係費蘭尼尋日都似一條燈柱喺度，咁華倫西亞佢嗰個作用，尋日其實喺米蘭係降低曬米拿喺左路傳中嘅質素，機會同質素次數都多。琴日真係少好多。如果我要揀嘅話咧，我唔知點揀靴里拉定係華倫西亞，即係佢自己揀翻咯，我唔揀佢兩個。我唔知啊，如果琴日佢兩個呢兩個，你當我琴日有睇，我真係好要讚賞華倫西亞喎。琴日真係靴里拉咧，佢就係、是。踢翻佢自己風格，即係成堆粒粒，你知你覺得好似一個地盤沙塵滾滾，佢係唯一一個人喺中間好冷靜嗰、那個。係，咁你係咁冇辦法，睇等曼聯自己揀咯。我哋自己你點揀先？我自己要揀。琴日我頭先啦，開始之前同你講咗，我話揀詹士米拿嘅。啊！招前顧後埋中間包波，已經有好多次佢係俾人踢到受傷，係啊，治理再喺出邊再入嚟，同埋佢用嘅體能咧係十分多。佢喺嗰邊咧。有陣時要招呼韋舒福特啦、快馬啦，有陣時要招呼普巴，加上華倫西亞，咁我覺得琴日啊詹士米拿咧真係佢本身仲要唔係一個左閘啦，大家知唔知？但係佢已經連續踢咗成季到依家都係今季到依家都係踢左閘，應該七場到啦。係啦，第一場摩蘭奴啫。係，咁啊係啦，第一場摩蘭奴就中咗伏啦，咁啊跟住之後送咗啲波俾阿仙奴。咁啊跟住之後就即係詹士米拿，同埋你要諗詹士米拿佢年紀係啊，31歲，但係佢個體能依然係維持到同你曼聯一直大家咬一路緊纏，去到最尾嘅一刻。即係我覺得詹士米拿係冇速度嘅啫，真係冇速度，但係佢準啊，佢防守準啊，同埋佢經驗包即係搭夠，喂唔使錢㗎，各位利迷詹士米拿。我自己就揀魯夫雲。魯夫雲琴日都我自己就因為無論係佢頭先我都有同你傾嗰時咧，佢嘅 set 波嗰下頭槌咧，佢同安妮揀係一樣嘅。你大家留意一下，佢同安妮揀咧，個波斬埋你咧，佢哋有目標頂翻俾自己人，唔係齋清嘅，唔係交清，唔係交清嘅，真唔係交清。咁同埋佢 mark 到伊巴 mark 得 OK 嘅。琴日都應該係高普係落咗 order， 佢主要係招呼伊巴嘅。琴日我見到好多嘅無球、無持球嘅時候，佢去點樣去針對住伊巴希莫嘅？佢係直情。係同伊巴希莫首先保持住一個，佢好聰明，佢首先保持一定有距離先。佢係見到，因為伊巴希莫佢嗰個焦點大啊。其實啲人琴日你見到啲人啲波就係、是、即係曼聯啲波就係想俾伊巴希莫。因為好簡單就係、是，如果你 mark 得佢實，即使你速度高過佢，但係佢跳高話咧一定唔夠佢頂噶嘛。係。佢 set 咗俾第二個，你追都追唔到啦。所以琴日佢有好多球咧，伊巴謙翠想攞波嘅時候，其實佢已經 block 咗佢嗰個接球。啱，即係阿魯夫蘭咧，今年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其實佢 one on one， 如果人哋持球對住佢咧，其實佢係弱點之一嚟嘅。即係我譬如你拿住個波已經轉咗身，一對一對住魯夫蘭咧，魯夫蘭好蝕卓嘅。但係如果你未有波嘅時候咧，魯夫蘭去截你嗰個持球權咧，其實魯夫蘭係有佢有嘅一個把握，佢個 timing 係比較準嘅。係啦，咁同埋今年你會見到阿史基提走咗啦，佢就擔當起一個後邊比較一個 leader 嘅。呢樣係最重點啦，不嬲當其時買嘅翻嚟，甚至乎我想佢做都係呢個角色，但係調翻轉就可能佢唔係呢個角色咧，就當其時嚟嗰時即係踢得好差啦。當年佢同埋阿方廷即係伊沙林頓拍得好好，咁嚟到之後我唔知咩原因，成季都係。
成大半季身價同埋嗰個大半季報銷，或者可能係嗰個踢法嗰個理念唔同，因為佢買翻嚟我都覺得想佢想做一個，我哋都想要做一個指揮型嘅中堅，到依家啦。即係你諗下，史基泰爾走咗啦，咁佢啊，即係一個而家就係擔當凍喺度嗰做指揮嘅球員，而家正正做得翻修咸頓嗰陣時嘅老夫人，亦都係我自己想象中做嘅老夫人，可能就係佢真係要做翻佢自己角色嗰套嘢嘅先掂，而家掂曬咯，所以我覺得踢咗一季之後，我覺得唉，會唔會真係賣走佢咧？我嗰日賣走唔可惜，而家就冇啦，遲啦，依家就真係唔好賣走佢啦。千祈唔好啦。係啦，你反而沙高你都仲可以走，依家魯夫蘭就真係唔好走住啦，大佬。魯夫蘭同埋今年我見到佢嗰個狀態就非常鬥緊要，佢嗰、那個交波嗰、那個自信心啦，同埋佢琴日有幾球都係。左腳去傳波啦，即係斬波啦，都有翻佢，即係其實佢左右腳都比較熟。當其時係佢話佢甩位同埋佢傳甩位同埋傳失波多嘛，而家其實呢兩就冇㗎啦，呢兩個問題都冇曬。最穩陣係最穩陣係佢咯，非常之，因為都係個信心問題。信心問題咁而家補翻出嚟一點啦。另外想講下我哋即係呢場嘅踢法同之前可能有啲唔同，即係我哋都講翻就係、是。你嘅原來喺而家踢咗咁多場波以嚟啊，即係應該唔計呢場咧。我哋嘅創造次數係112次，咁對比第二咧都係車路士93次。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家可能諗一樣嘢啊，可能之前話咩戰術又好，甚至乎有啲套啲意念套落去到你唔係齋前面齋跑嘅咩？咁而家望翻住呢個數字，即係話我哋係創造次數最多嘅球員球隊112次。第二係車仔93次，提一提曼聯咧係84次，唔知道排第幾。咁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原來大家所覺得我哋喺快出快標之前，其實我哋喺球員之間出嗰個搏腳，其實都係多嘅。而唯一一樣嘢就話我哋揾唔到我哋最後一腳，呢個係重點嚟嘅。點解而家我哋不是第三而創造機會最多，就係、是、我哋揾唔到我哋最後一腳埋門嗰腳係邊一個？最好要等下史道列治啦，我覺得始終把握能力方面，史道列治你冇可能下下靠古天奴嘅神來之筆，費明奴嘅不是正前鋒，但係呃佢上正前鋒嘅 finishing 係咪先？咁同埋你話利物浦佢係創造次數最高，我其實我唔出奇嘅，因為佢嘅打法。是因為他在前場已經逼你，一逼甩你，他的機會就嚟了。同埋高普一嚟到之後，佢俾到利記上季很明顯嘅，就話一定要向前傳，要向前傳，不可以向後猜。所以我哋都唔會識打陣地戰，陣地戰立到個波向後猜，猜到你乜鬼咁樣，然之後擺翻前邊。我哋又唔係打防反呢只嚟嘅，所以就係不斷向前傳，創造機會嘅次數多，我覺得都唔出奇。但係。但我真係想加翻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個排名咯。我嘅排名同而家個創造次數似乎就係得出嚟嘅。我唔係我哋應該攞第一啦，得出嚟嘅就話嘅嘢就係講一樣嘢，就係我哋嘅把握力好似就喺某程度上有啲問題。咁嚟緊會唔會係費明路繼續踢翻嗰個影子前鋒嗰位啊？定係史道力治等佢爆發翻嘅話，咁就我有陣時我唔想一場波裏邊咧去評論曬啦，90分鐘。鑊鑊都要俾90分鐘，你突然間一個腳面，你都咁就有球波，我唔太想。即係我好想睇翻以前蘇亞雷斯、史道尼治同埋史達靈嗰三個嘅眉來眼去，或者係大家好有共識，去點樣我留俾你。嗰年你去交俾我。史道尼治入最多波㗎，同埋阿蘇一齊入雙位數字㗎。所以因為史達靈同埋阿蘇佢走咗咧。今年點解會創造機會多呢？我哋多翻個好肯向前跑嘅文尼，即係有一個咁快嘅邊鋒喺側邊咧，去做翻佢原本我哋冇咗嘅嘢。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嗰個跑動次數亦都排第一啦，581公里都冇得傾噶啦。你落到去頭五場最多，你落到去跟翻阿高普嘅戰術，你全隊人去逼搶，我都唔知道筆下幾多次睇直播，人哋只不過係一個左閘攞到波，你兩三個去擁佢，擁唔到都摟你，即係我點都唔俾你舒服噶啦，一定要焗到你大腳踢個波去前面，我
你當我頂翻鳩頂亂頂翻出嚟都好啦，可以俾你舒服地將個波擺去中場去做。不過都要講花圖，或者係用翻呢一場曼聯同曼聯嘅比賽都要抽中一樣嘢。無論係究竟係高普自己戰術要求，定係俾曼聯壓到咁樣，都得出一樣嘢就話我哋始終唔可以場場打90分鐘嘅踢呢班波，而拉蘭娜佢亦都唔可以踢足90分鐘嘅。佢絕對唔得啦。而就算佢得嘅話，佢都得一個人。如果佢傷咗又點？所以係咪嚟緊都要買一個人？是可以令到高普呢套戰術大概在中段又好，一開始又好，甚至乎六七十分鐘到，令到我哋嘅踢法唔可以成日齋狂飆，而一定有一個 hold 波人，即係類似拉蘭嘅人。係嚟緊一月係咪應該要買你呢個人咧？因為都要準備嘅，你一月買翻嚟等佢融入下個夏季又可以啱用。咁其實都我諗到而家其實都有傳我哋會再買中場嘅。咁係咪可以買到個適合中場翻嚟？就我自己睇落去就。高普要嗰啲肯去飆、肯去走嘅球員都夠噶啦，而家就要買翻一個能夠拉嗰種拉蘭娜嗰只啦。而因為始終你再買啲球員翻嚟，我哋都冇乜能力同人哋打陣地戰，因為成日要咁樣嘅話，我哋有好大程度上一個轉變喺個班底裏邊。但係我自己就個別想就係買咗個球員翻嚟，我覺得係可以能夠有拉蘭娜 hold 到波嘅。即係唔係成日 hold 到波之餘，而係佢創造派兩邊質素夠高啊！拉蘭喺中間分兩腳波，咁費明一走就係、是、一個靚波嚟嘅。即係令到我哋呢個高速戰術埋尾嗰下又入球，轉化成為一個入球。即係唔好咁艱難咯、啊，去到最尾嗰下。唔好成班波每日跑完十幾公里，冇乜結果咁樣。咁就呢個希望嚟緊高。俾少少錢，高保可以買一個咁嘅球員翻嚟，再將而家嗰個戰術更加去改造嘅。因為始終而家英超，我諗呢年都開始進入一個戰術之年，因為都嚟摩連奴又繼續留喺度，跟住睇下人哋即係你睇下嚟咗個哥迪奧拿，跟住仲有普捷天奴，跟住仲有邊啊？荷蘭嗰個朗奴高曼，即係都兜兜亂亂啦。佢哋都同埋都嚟咗好多個，係啦。今年喂，你諗下英超，萬一下年紐卡素又升翻上嚟，又多咗個肥賓咁嘅賴嘢。係啦，哇！你諗下，其實今年英超淨係唔係話鬥球員、鬥身價、鬥轉會費，其實鬥教練都係鬥教練就戰術焦點。大家諗下，其實十年一遇嘅話，十年一遇真係十年一遇。零五年嚟咗肥賓同摩連奴。佢下年佢兩套留翻喺度，即係十年啦，計埋嗰兩年當我食埋佢啦。嗰兩條友又喺度，又多啲個哥定奧拿，咁樣咁普治天奴嗰啲又喺度。係啊，你喂，哇！呢年真係大又做哥寶。莫耶子都喺度㗎，依家辛德蘭係咪先？即係佢如果佢唔死嘅話，我哋所謂講得多嘅教練啊，都係英超出現。你再望翻下艾迪何維，佢而家帶個普治布利茅夫，佢而家企喺中游位穩㗎。呢、這個應該是未來新星嚟嘅，英格蘭新星教練。我之前我哋講英格蘭嗰時候，我好想佢做英格蘭新帥。係呢、這個佢點樣帶布利茅夫升上嚟嗰時候，好有質素。咁呢啲大圍嘅嘢，我哋到社球星台再同大家再講啦。咁今集利物浦天地講到呢間，希望下一次再同你傾。好啊，好就咁，再見，拜拜。